随着工资帽的上涨，如今 NBA 球员的薪水也在不断的上涨。在前几年，一元合同在联盟里就已经是顶薪球员了，但是在如今的联盟里，只要是一名全明星球员，便可以轻松的签下一份一元大合同。相反，如果你是一名超级巨星，那么便能够签下一份两亿的顶薪合同，就像库里的5年 2.06 亿，威少的5年 2.06 亿。可以说，如今两亿顶薪已经是对超级巨星的一个定义了。那么在明年夏天又有那些球员有实力签下两亿的顶薪呢？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来说说，在19年夏天有望签下两亿顶薪的五名超级巨星。 No.3 汤普森，相信大家对于克莱汤普森一定是非常关心的。而大家之所以这么关心克莱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克莱的决定会影响勇士的未来。在前段时间，克莱曾表态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他的首选会是勇士。而且克莱的父亲也直言的表示，克莱只会穿勇士的球员直到退役。不过如果勇士想要留住克莱的话，那么就必须在薪水上满足克莱。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，克莱明年如果与勇士续约的话，能够签下一份5年 1.88 亿的顶薪合同。但是一旦克莱能够在明年夏天进入最佳阵容的话，那么克莱便能够与勇士签下一份5年 2.06 亿的顶薪合同。所以说，对于勇士而言，想要留住汤普森，那么就必须准备好足够的薪水。 No.2 戴维斯在2015不夏天与鹈鹕签下了一份5年 1.3 亿的顶薪合同，而这份合同的到期时间是在2021年。不过戴维斯拥有2020年到2021年的球员选项，这也就是说戴维斯已经满足提前续约的条件。相信对于鹈鹕来说，他们在明年要做的事情就是保证能够提前续约戴维斯。说的直接一点，就是鹈鹕一定不会把戴维斯留到2020到2021赛季。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，鹈鹕会在19年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与戴维斯提前续约。而鹈鹕想留住这名联盟第一大前锋，那么就会为戴维斯开出一份足够有诚意的合同。显然这份有诚意的合同无非就是5年2亿的顶薪。 No.1 杜兰特今夏之所以选择与勇士签下一份1+1的合同，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。说的直接一点，就是杜兰特之所以签这样一份合同，为的就是在明年夏天能够与勇士签下一份5年2亿的顶薪。不过对于勇士来说，在明年夏天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，而这个选择不是别的，那就是汤普森和杜兰特之间到底要留谁的问题。毕竟如今的勇士已经有了一名2亿的顶薪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勇士最多也就只能再用一份2亿顶薪留住一人。所以说对于汤普森和杜兰特来说，就看勇士如何选择了。不过在小编看来，如果杜兰特决心留在勇士的话，那么勇士一定会更倾向留住杜兰特。除了这三人，大家一定还会说伦纳德、欧文、巴特勒、考辛斯，这些球员就不值2亿顶薪吗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小编想说的是，巴特勒已经明确的表示不会留在森林狼了。即便留在森林狼，巴特勒最多也只能与森林狼签下一份5年 1.88 亿的顶薪。还有欧文和巴特勒的情况是一样的。至于伦纳德，在离开马刺之后也就已经放弃了2亿顶薪的机会。如果明年伦纳德与猛龙续约，便能够拿到5年 1.9 亿的顶薪合同。相反，如果不续约，便只能签下一份4年 1.5 亿左右的合同。